好似我咁咧，金銀滿屋，係咪砌一個字咧？大家俾啲掌聲加油啊！ Sammy 加油好唔好啊？好難㗎，霎時間你要即刻做啊！好啦，係咪做完啊？爭少少 ，OK。 簽翻個名先啦 ，Sammy， 不如好唔好啊？哇！咁呢幅作品咧就係由 Sammy 咧現場咧用利用利是風咧，就係做出嚟嘅一個賀年畫啦。不如你同大家解釋一下好唔好啊？見到啲利是風好靚，咁所以就想將佢砌個口字，咁啊個口好重要嘅，因為同我哋今日主題有關係。笑口常開，冇錯啦，要成日用呢個嘴巴咧講一啲開心嘅説話，正面嘅説話，正面嘅説話。咁我覺得你令到身邊人開心嘅同時，自己都會笑口常開，大家都和諧啲咁生活啊嘛，係咪開開心咁樣？笑口常開，俾啲掌聲 Sammy 好唔好啊？ 好啦，咁啊，Sammy你咧就整完咯，但系咧，我又想你咧邀请咧现场嘅观众咧试下佢哋嘅创作技巧咧，系咪好似一样你好似咁犀利啦？咁啊，不如咧我哋咧。